欢迎收看今天的《绝地求生：全民出击》。大家好，我是毛哥。那么今天毛也是邀请来了一个妹子，我们俩一起玩哈，一起吃鸡，燃烧。大家好，我是燃烧。你看你这摩托车开的，你是准备女司机拉着我是吧？来来来，让你拉着我，走走走走。往哪走？往这个白线，你看那不有个白线吗？虚线，往那个白线那边走。转个弯，不是我知道我要转一下弯，转个弯，转个弯，哪边转？走走，先给你 W 键，先往前启动发动机，打火，往右拐，右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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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行，还是你拖我吧。行行行，你们也可以看出来哈，燃烧的话也是一个新手，下来下来。怎么下来？用 F 键下来哈，点 F 键下来。好了好了，我开着吧哈。来来上去，点 G 键上去。好，上去了。虽然燃烧是一个小新手，以后跟你说话，跟毛哥，我以后就会经常带他燃烧啊。以后他也是会成一个女中豪杰、女中杀手，好不好？我看这个咱缩毒了，我去，好远呢，往右拐，挺远的，挺远的，往右边。不是，这，哎呀，咋啦？咱人还在原地，车飞了，这是最尴尬的事情。这个车特别不稳，知道吧？来来，这边我没跑完，跑吧，快点。别跑，我拉着你慢慢走，慢慢走都比跑得快，来上车。好好好，好的走，坐好了哈，坐好，抓住我。坐好了，抓住你了，放心吧。抓住我的衣服，别掉下去了。哎哎哎！你怎么开的？不是这车不行，这车走这个路不行，因为它是三轮的。嘿嘿，慢慢走，慢慢走，别激动。对。嘿，来，幸亏如果你拉着我的话，估计咱俩已经摔死过了，已经现在。看着人啊，四周看着人，你看他们这个双排，他特别萎缩，你看他们打了已经有十分钟左右了，你看人还有75个呢，是不是？对，人挺多的。对，这个人他萎缩不是多，特别萎缩，都躲起来了都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你可别突然跳伞了哈。好的，前面都安全区了。我知道，我们再往中间开一开，嘿，哇，你怎么搞的？翻车了。没事没事，车不要了，这个车不要了，这车太水了。好走走走走走，手里拿着枪，等一下万一有人的话，咱就开始跟他战斗。拿着呢。前面有一座城，注意看着，四周都看一下，看一下有没有人哈。来了没有？好好好，来了，跟着了。后面应该没人了吧？后边。没瞅到，前面有防区了，我看一下前面哪个城，前面是皮卡多城。哎，谁打了？谁打我了？快点！我看到了，小样，敢打我们的。好好好好好好，打你们的燃烧姐、哎、死了死了，他已经死了死了死了，还有人吗？没有了没有了、你掉血了就、哎、就加点血，他有个死干、哎、真掉了。没事没事，走吧走吧走吧，我先喝个饮料吧，喝个饮料，打点绷带。我没有绷带，你有没有急救包什么的？我丢给你急救包，我也有三个呢。好，丢给我，丢给你部分，丢掉，丢给你俩。好，还有这个绷带，我这个血量还没加满呢，丢给你俩。还有他一会儿就加了，他一会儿就加了，给你丢在地上了哈。好，我来捡一下。再捡上，走，咱先往前面跑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使用一个急救包吧。急救包不用使了，急救包使了也没用，现在急救包也加不了多少血了。是吧？对，你喝瓶饮料就行了，一会儿他就加满了就。好吧，你去哪儿了？走走走，在前面呢，地图上右上角有提示啊，有提示。看到了。嘿，你别说，你杀了一个了吧？刚刚那个是我插的吗？是你杀的。你杀的，还有你没看吗？你这个右左上角有提示，淘汰几个人？你淘汰一个人了吧？淘汰一个人、哎。我也淘汰一个人，挺厉害的啊，是不是？和我差不多了。来来来，房子里搜一波，看有没有人。垂直卧，人的话可以听到这个枪声的，可以听到脚步声，不要这个不要怕。这一点的话，就是比这个正版的好一点。我去前面这个房子里面看一下。被人搜过了，不要去了，我去，门开着呢。走吧，直接还是走吧，咱直接还往前走，跑，又马上要缩毒了，一分钟。好，走，小心小心啊！刚才那一波人还是你先看到的哈，眼神挺好的，不错。哎，不是我看到哪边有人打后边。等一下，我用这个石头躲一下。好，在墙角呀，墙角。看到了。哎，我是。哎我是三级甲。他受伤了，没死。死了，不死了。我把他打死了。行，你厉害。哎，真的是又是你的人头。对呀、不能和你在一起玩了，以后都是我打的，都是我打的。以后我还怎么会？我这个枪还是挺好用的。对。哎，你要什么东西不？不
不要不要不要！像燃烧就说，他说不知道什么枪好，什么枪坏，能打死对，人的枪就是好枪。这个冲锋枪我要不要捡？你有枪了，你就不要捡了，你就是随便捡点东西就行了。你只要有，你感觉哪个枪好用，你就用哪个就行了。不是我看我不知道我这个用枪要什么子弹。哪个枪上面有提示的，点好了好了，TAB，都它可会以，有提示。都可以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走吧，我在前面呢，我在前面呢哈。好，我找你去。这两个人他是，你看到没有？他是肯定有队友，他是单个的玩单的，他有队友知道吧？他肯定分着走了对，就是分吧？开走了。要缩，对，还有这个33秒钟缩毒了，赶快跑！跑着呢，跑着呢。前面又有一辆摩托车，你不加点血了吗？我吃的止疼药，一会儿他自己会加的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好，好，好。前面还有车呢哈，咱俩骑着这个摩托车继续往前走，哎，毛跑进哥，去吧。这个大卡能不能骑？好大。哪一个？这在这里面。啥大卡？就是那种好像卡丁车似的，就这个像拖拉机，那个不前能骑，头不的能那骑！来个，来来，这边还有一辆车呢，骑不了是又吧？是三轮的，这个三轮车特别不好开，我跟你说，上车，等一下，我还没上去呢。好好了好了，走。走吧。这次我们两个看一下能不能吃鸡哈，现在还有64个人，63，现在我们两个还有六，哎，前面有个人看到没有？啊，看到了看到了看我到了，撞他，趴那个了，趴那个了。我看到了。还你看着他那个有人啥，打他吗？我打的，好的，直接撞死死。了死了，撞 死了，这个小豆豆，看有东西挺好吗？的。止疼药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走吧，走吧，我把这个东哎，西都。后面还有一个关哎，公路上，看到了，公看路到上，了，快点！我有四倍镜，他跑不哎，我了。打不了，你打吧，你打，我的打不了。我有四倍镜，蹲再蹲。打一下，他在爬。好了没有？死了死了死了！死了，我走吧走吧打死走他，吧。打死他不行，他趴了，打死他！不不是要，离得太远了，我们也不去捡东西我有倍了。镜，远，我有四倍镜，知道吧？离千里之啊！外取人首级。哎，后边有人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我还以为是你呢，是别人。打他打他！我打他呢。你怎么倒了？没倒吧？我没有啊，厉死害厉了害死厉了，害厉打害死厉害了。厉害！哎，但是我怎么不是不是我的人头啊？这是我先杀死的，然后你再打趴的，那就不算你的人头。哦，这样的是吧？对对，燃烧还是挺牛的哈。哎，毛哥，你的血量太少了，不是加点我血。打点药，没事。你毒来看，我了，觉得毒来了。我眼神还是挺好的，是吧？走走，赶快吃，快来！摩托车这边，赶快开着车，赶快走。不是，我要到毒的那中间去，不是？行，你先去吧，你先去，我开着摩托车呢。好，我我先到去，那个中间去。咱俩还行，配合的还行哈，男女搭配，干活不累。哎，前面还有个人，人打他，快你点！打他，我知道，离我有点远，远从是吧？房子里面躲起来了。行，别动，你给我说哪个房间的，你别这么冲动，在哪呢？哎，哦，我放看心到了，吧，在路上，关公路上，看到没有？看石到了，头后面，他躲到打石头趴后了，打面他去已了。经死了，已经死了，哦，对，死了死了，走已经吧死走了，吧，已经一跑，冒，已都经跑到他那里去，已跑经到他成那里。盒子了，这就是传说中的盒子精，知道吧？这就是盒子精，前面有蹦蹦。小心点，小心点哈！我先打点药。不是，我你看一看下他里身上面有有。药吗？有药的话，你就拿点药吃。我知道，我就看一下有没有绷带什么的，是绷吧？带不好，止疼药啦、急救包啦，那都是好东西对，急救包有饮料，啊。啊，平底你就锅有喝没点，有用？喝点，平底锅也哎，有用。有个二级头盔呢。二级头盔你戴上。哎，我记得我是三级头，不是，我这是三级甲，快没耐久了。我还没发现呢，我现在我还戴着一级头呢。有好东西用吗？子弹哎，用不了，快点，快我，谁打的？前面好哪里哪里？在哦，这，看到了，死，哦，死了，又成盒子了。看那有好东西吗？枪托我有了。等一下，我要在这瞄瞄一下周围，看有没有人。你去捡，行，我捡着呢。他没东西，这穷鬼，太穷了。他估计还没捡到什么东西呢。哇，又缩多了。咱俩先到这房间里边来，这房间里面就是打点药，休息一下，好，打点绷带，蹲下。特别是打蹲药的时下。候，你要把门关上，然后蹲下，就是找个掩体地方，不要被别人给打着药被偷袭死了。你说那多不爽啊！对，那就太惨了。对，我去，我5.56子弹马上没有了。5.56子弹没有了，我还有这个几十发，我去，
等下我们要打点人了，杀点人，整点药了要。好了吧？好了，走吧。是啊，继续往前进攻。现在还有四走十三个玩家，走，前面有个蹦蹦哈，哇，哎，个蹦蹦车啊！两个空投，这个车是可以开的，看到没？这种车，哦，好上车酷！上后面，上后面，坐后边去。你可以在上走面了，开走枪，了。知道吧？你可以在上面开枪。我知道，刚刚你开摩托车的时候，我就开枪了，但啊，是就是你晃晃的嘛，就是不太好开，对，不太好我以瞄为你不知准。道呢。来对，我吧，知道。继续往前冲。你看到没有？燃烧也是我觉得这个车第一挺次玩好哈，的，对，第一次玩，我们两个就是一路狂杀，还行。这边还有个蹦蹦呢，对，这有不是人？这要里边一个就行了，要一个就行了，不是？我看不要，这边有没有人？没有，这个蹦蹦的话，有点刷抖，有点太感觉跟有人的差不多。看着人哈，小心那边有空投的话，肯定有人。对，空投地方那肯定会来人上那边去抢去的。哎，看见没？前面哎，有人，有人，后看到了，面，看到了，我知道，前面还有人。停车，对，下来，停车，在枪哪托，个方向来着？在前面有人，就是个厂房那边。对，等一下，我们先别猛烈进攻去。哎，别看站到了，着，我别动，看到了，别站着，别动，别站着，别动，来了，来我了。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好，打趴了，啊，瞬间打死。不是，厂房里面还有人，不止他一个，嗯，后肯定面。有人。对，还在那里面有脚步声，我们这要么远，不要等？你都听到脚步声了？我看到脚步声了。走，你是看到有人了？你说别说错了，来，对，看到有人走，了。咱俩进，一起进攻。他走。车在那边呢，哈，我看他有子弹吗？我去，完了，就是没有5.56子弹。走，里面还有好几个人呢，好几个人呢，哈。哎，后面打我呢，快点！哪里？后边你后边，没看到好，有人呀？趴了，来，赶快往后跑，往后跑，别死了，不燃烧，是，来，这厂房里面还有人，我要我躲知道在你这里先面。别去，你先等着哈，我没子弹了，我去加点子弹去。我知道，你去。好，这有子弹，好的，非常棒，你在那蹲一会儿啊，蹲那个，趴那个别动。好的，我趴在这里，我去。前面枪声打得太激烈了。对，我先喝个饮料。来，跟着我哈，就这边有好几个人呢。等一下，我还没去呢，你进没事，去了？没我没进去呢，我在这等着呢。我看到你了，这里面肯定有好几个人呢。好的，打倒一个，还有人呢，来个车，后边又来个车，你看着后边哈，哦，好。你看着我后边，我去给你打人。好的，10个人，太棒了。只要给我一把枪，什么都结束了。这是谁说的？好像是一个玩吃鸡的大神说的。来吧，还有辆车，你看到没有？一直在晃晃呢。没看到啊，哦，看到了那个方向盘是吧？就是一个方向盘，类似方向盘的哈。这边我是杀死了，连续杀死了好几个，都在这边。等一下，我看着后面有没有人。行，来，跟着我来这边来。好。没事，咱在这等着吧，等着吧哈，因为这个毒已经开始缩毒了，马上还有40多秒钟。来，我这儿，子好，弹你来还有没了，有？子弹还多不多？多，我的子弹好多呢。子弹还好多呢，是不？中间那个，给你哎，要，我看有脚步声了，就在我外面。药捡上，你先打点药，交给我了。哪边？我身上有药，就在附近。我。消音器，这么牛！二级头，我喝的饮料行不行？饮料也行。刚才那是一个轮胎声音吧？不是脚步声吧？我就看到有红色的，红的那是轮胎的，那应该是轮胎的，那是。天呐，我是满配 scar。那可能看是吧。有打枪的，就是在咱车那个附近。哦，我看到了，来，出去。我看哪边打的，打的好激烈，缩毒了，来，赶快缩毒了，来，回来，过来，好。上车，点器件，啊，点了，上去了，行，走吧。看着哪有人哈，给我瞅着的，咱俩现在是关键时刻了，还有17个人，
看一下咱俩今天能不能配合，今天第一次配合能不能吃上鸡哈？好好。我看这个安全区，咱现在已经到安全区了，看着哪边人都在哪呢？咱先，要不然先躲在这房子里面。这房子里面估计也会有人吧？有人不怕的，就怕没人。有人走的话，吧，我们下去。走。房间里边小心点了，我先冲，我先冲。没有没有，里面没人。走走走，没人的话就直接先往里走一点。我们要不要上楼？楼，现在好卡，我去，最近只要一玩时间长就会卡。我也有点卡。喝点药，止疼药喝了没好。有？来，你呢？你的血都快没了吧？我血满了，我血有人是哈。你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先加点血。看到有人了，哎，看到了。等一下，你先打，我先加点血。哇，好厉我有害！消音器，我有消音器。没看到有有人人。来了，开门了。行，快来！都人了，开始。死了，他死了。这被我听的，我有消音器，看到没有？我这个步枪消音器打的声音都不一样，噼噼噼噼噼噼，都特别脆的。对，声音比较脆，是吧？对，把这个饮料喝满了，喝满就是它有个能量条，看到没有？喝满，我给你丢了9瓶饮料在你后面呢。在我后面，对。等一下，我瞅一下。现在哦，还真有，还有五个人哈，还有五个人。哎呦，还剩5个，对，好所以说激这一动把的话，呀！咱俩吃鸡也是特别，我感觉应该是有希望的哈，并且这个还有五个人的话，就是减掉咱俩还有3个，就是。对，可能也有，也是有一个团队的，是对。吧？来，下来吧。下来之后，我们到这边，到楼的这边，这边还是一个安全区，应该。你在哪里啊？在你后面呢。好，我看到一个人。嘿，咋了？我看到人了。人在前面呢，哈，在前面那个小麦垛子的站那那边里，呢。我看到他了，但是他在那边死守。来，下来，跳下来，直接跳楼，换个点儿。我在下面，你没看到我吗？我就在你附近呀！我说你跟着我，还哎，快点，有人谁打架，打我了？把我打死了！快点，后面，打死了，快，我受伤了，还没死，快点，快点！你往这爬一会儿，没事。我现在能不能喝饮料？他是在那个在那个草帽，你别动啊！好，你看到别动，他没有？看到了，他就在还就是刚才我打的那个人。好的，两个人我都看到了。我去，还有一个毛死了，不哥，死你了，不死你了！车那里还有一个，咱车那边是吧？我看到了，看前到了。方那个车那里还有一个。我去，来了！对，来了，小心小心，就在那里。没打死，哎，好死受了！伤了！哎，又来一个，看看到到了，没有？看到了，看到了。跑过去了，好多呀！哎，就在那里，两个呢，两个在一起看到了，啊！看这到了，看下到你了。就吃鸡了，他没有，趴下了，估计我趴他下拍下来，了，拍下来，我看到了，我打个绷带。马上趴缩毒下了，马上了。缩毒了，还有57秒钟，看一下就是在57秒钟之内能不能把他们两个干掉。对。还有两个人。反正他俩都受伤了，对，都受伤了。哎，站起来了，看到没有？哎，站起来，快点打！打，死了，死没有？没死，没死，还没没提示，有，没没提示有，没死，死，没没死，死。没死，没死。但是还有我们几个人都在这呢，都在前面呢。只要对，他不站是起就来，他们两个了吗？就你们三个对，了？就我们三个，而且不是一队的。对，不是一队的，要不然他该获救了。对，估计好像有一个人躲到小房子那里了。我看，没事。还站起来了，快打！好，死了，好的，还有最后一个，还有还有一一个个肯哈，定趴在那里了。我知道他趴那了。勇敢一点，来吧，吃鸡，你看到先了，来，他站起来我了，刚刚站了一看下，到了，就在房子那里。对，你还有先一个，用这个车当对，掩这护。行，我以为你要让我开着车撞他去呢，这车是撞不了的，放心，我知道，应该在房子里面呢，他，他应该就在房子附近。对，
我先去猫的这个草丛这边。加油，吃鸡就靠你了。行，稳吃鸡这一把，我跟你说，哎，你缩毒了，缩毒了，毛哥，这人这么怂，我去，这缩毒毒了，缩快的，点！好，就在这附近，你瞄一看下。看哎呀，看，这个，我你去，小心，快点，快点，再打！吃鸡吧，看老到了，看到了，铁，漂亮，哇，太帅了！今天第一天啊，玩带你玩就吃鸡了，还感觉有点不好意思哈。那行吧，咱今天视频到这要结束了，喜欢我们视频点一下订阅支持一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拜。拜。